枝花。刘姥姥伸出了两只手，在胸前还比划着。母猪跟大王牛顶架，就豁出我这张大黑脸来了。不好吃。拿那水蜜桃有一股那个，就咱过去吃那个桃那味儿，你知道吧？这俏皮话是真多呀，老亲家，你说的好，哎，就这样往下说，哎，我挖得出滋味来了，一定是黄松的。刘姥姥这么一说呀，逗得大家伙又是哄堂大笑。你奶奶揉面的时候啊，特厉害，倒把唱戏的事儿给忘了。就让他们那马上开演吧，一声令下可就有了动静了。哎，不多一时，就听见箫管悠扬，笙笛悦耳，又正值深秋，是风清气爽啊。弦乐声穿林渡水而来，真是人是心旷神怡。刘姥姥听着这么好的音乐，又喝了酒，不由得是手舞足蹈。宝玉一瞧，都快憋不住乐了。他下了席，凑到黛玉的身旁。我的林妹妹，你快瞧瞧，瞧瞧她那样子多好看，品了一品。嗯，这里头用的是什么水呀？怀里头抱着一个小女孩，这女孩是谁呀？书中交代。妈，我觉得你这个应该烫一下吧。还是烫了半个，还烫一下，我们三个就够软的了。还那叫跟燕子姐好了。燕子姐说这仨还包头都身儿。我没拦，我这搞刀拦了拦的。吃了酒肉，你这里头有菩萨。如果说冲撞了菩萨，那就是罪过。我们呐，只在这里头略坐一坐，你去把你的好茶拿来，我们喝一杯也就行了，不到里头去了。等着，献给了贾母。贾母一瞧，一皱眉头，也不细品的，一扬脖，一张嘴，太瞎了，整个全，再加上点芥末，再点点香油。再加点辣椒面，再来点胡椒粉，哎呦，那可就美透了。对了，这是噪音人，大伙儿就听见了有这种声音，睡着了，累的，呼呼，有意思。呼一呀，这呼噜打得挺充实啊，累了。再一闻，一股股的酒气熏人。再一看，明白了，刘姥姥四脚八叉。躺在了宝玉的床上，袭人吓了一跳，赶紧过来推醒刘姥姥。刘姥姥睁眼一看，袭人着急忙慌就爬起来了。刘姥姥连声答应，袭人就给老好家才算这老正经。我说姑娘啊，刚才我睡觉那地方，正好绣房呢，怎么那么精致呢？真是要是尖子孩子，他这会没发挥好，你可以叫他重读。
妈过来吃吧。嗯。吃饭吗？走。